五美颜，姐妹们啊。有人说我不敢开苹果手机五美颜，开美颜你又不相信，不开了你又怎么怎么地，啊？这算五美颜吗，姐妹们？往前看我段子好不好？苹果手机原相机啊。吃饭了，姐妹们，这是开了美颜的，你胖就是胖，瘦就是瘦，没有必要怎么怎么地之类的啊。预约这个视频直播，姐妹们啊，明天中午12点，啊，你可以来直播间看，更真实吗？吃饭了，姐妹们，然后我把饭倒到下面拍个视频，你们可以预约这个直播啊，预约一下，左下方。来个咖啡，今天中午吃的这个啊，这我蒸的那个啥，蒸的那个豆角，不要错过，姐妹们啊。想要变好看的一定要来啊，拍个视频。垃圾等一下我捡啊，来个软糖，软糖明天也有活动，姐妹们啊，给你的。就我们小区今天做的这个，我自己做的，还有螺蛳粉。哎呀，吃过螺蛳粉，香。预约直播，姐妹们啊，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下来的，走了很多弯路，你可以明天来看我直播啊。我做的就好吃，人家要少油少盐，我一点油都没少，还吃蒜呢。十九天吧，十二个。你们往前巴拉巴拉我的段子，我今天置顶的段子，是我132的时候那个相片。米粉都是淀粉，太烧，烧。全是辅助，预约直播。没有水了。